太后学了，没骗你吧？哎呀，学习啊，学习学习。你看看小郑啊，这真够勤奋的，吃饭还不忘记学习。小郑啊，有没有考虑来北达呀？答应他，快快答应他。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是北达呀，你不想来啊？对呀，这是北达呀。对不起，郑哥，北达。我这儿正好有一个博士的名额，如果你想来的话，不行。你不是要为你的论文冲一下科研的手术的例数吗？ 那是苏云想要的，我没什么兴趣。倒是您这儿如果有患者的需求，我可以随时过来手术。我真是没明白，海城这么小，患者也少，设备又差，你没想过要挪的地方？我和一个人有过约定。什么约定啊？行啊，李主任，别难为人家了。 我已经拿下一杯啊！来来来来，拿去！来来来，北达那边给我来电话，说是要调你过去。我已经拒绝了。嗯，但是那边给我的建议，说是想让北达和海城结为互助对象，互相派遣人员交流学习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他们那边派几个急诊科的医生。 帮扶我们医院，作为交换，你和苏云要去那边学习进修。北达可是最顶级的三甲医院。我不去。正人，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你要考虑清楚了。我考虑得很清楚。不去。 我父亲的愿望还没有达成，我要和你们一起创造中国的蚂蟥。他不在北大，也不在别处，在这里。好。 说清楚。
我知道你还不能拿手术刀，也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，更知道让你当医助，对你来说是种侮辱。但是我还知道，你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手术成功，希望连替英姐妹能活下去，拥有和常人一样的人生。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手术，可能需要超过20个医护人员共同努力才能完成。 主刀、助手、护士、麻醉师，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而你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伴。当初，是你把我拉进了这个手术，现在，我也要把你拉进来，我们一起。 是用电脑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手术。手术失败！手术失败！手术失败！再来。 再来。手术失败，手术失败。再来。手术失败，手术失败。再来。手术失败，手术失败。再来。手术失败，再来。失败，失败，失败，失败。 这就是我和他的差距吗？同样过目不忘的记忆力，同样举一反三的应变力，我跟众人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，并且随着在他身边待得越久，这种差距就越明显。那么从现在开始追，我会追上去的。